没有火炬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燃烧自己。假如征途上没有归期，走在最前方的一定是你。假如这一生没有壮举，你守望清风默默扎根土地。假如时光黯淡了记忆，我把你的故事慢慢说起。从举起右手的那一刻起，牢记初心使命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带着人民的期待，回应人民的需求。老百姓就是我的亲人，我的工作必须让人民满意。立足本职，默默奉献，就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和使命。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，你首先的任务就是说要为人民，你要做一些什么。法条虽然是冰冷的，但是在司法的活动过程中，我们确实让当事人感受到了司法的温暖。每一个案子办成精品，老百姓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肯定。我希望我真诚的行为能使他们对诚信善良有一点信心，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职业价值得到了肯定，这个责任的使命感在延续。